首先吸气，把头低下来，然后吐气。头低下来吐气的时候，尽量把你的头放轻松，不要有任何的力量。开始男左女右，慢慢的转。要注意的是，当你在转的时候，转到左边，你右边的筋就会被拉到。转到右边，左边的筋就会被拉到。如果你转到正中间的时候，你前面跟后面的筋也会拉到，这样才算做到舒展。好，我们把头放轻松，现在转回正前面。转到右边的时候，左边的筋也会拉到。吸气，把头左边往后转到正中间的时候，刚好吸气完成。吐气，把头往前，注意不要把你的嘴巴张开，嘴巴要合着，等你做完动作的时候再把口水吞进去。吸气，转到后面，吐气，慢慢的转到前面，放轻松，记得要确实做到拉到你的筋。呼吸的速度要慢，要稳，不然你的心跳就会急促，就没有办法做到放松的动作。这样一共做九次，然后呼吸两口气，吐气，把头低下来，男右女左，吸气，转到后面。吐气，从中间转到左边，放轻松。吸气，吐气。这样也是一共要转九次，然后呼吸两口气，我们再准备做下一个动作。